虽然自治条例规定营业场所与学校等必须相距100公尺以上，很多夹娃娃机店都离学校很近，因为方便吸引小孩逗留，花光零用钱。选物贩卖机，俗称夹娃娃机，老少咸宜，24小时开放不设限，谁都可以进场。这是音箱级遥控直升机，这是小海螺蓝牙喇叭，这是饼干，这是娃娃，这是帽子，这是3C产品。这个什么都有，这我要如何回答小孩？夹娃娃机店竞争激烈，业者会杀出重围走偏锋，竟把裸露情色18禁、成人情趣用品都摆进机台。唔通啦，这对小孩身心不好。这也让夹娃娃机的产业形象受损。你会放心让你的小孩走进这样的店吗？别把夹娃娃机店搞得儿童不宜。